好。我是婆婆，这会儿杀猪来来看看鱼丁这下来。我给那猪下水，喂了个猪劲儿。哎，给他闹院儿嘞！啊，给闹院儿嘞！哎，我娘给闹院儿嘞，给闹院儿。跟这说，他拉哪儿去杀猪了？老婆气！我给这儿，我给这儿。咦，你看他喂到手，再来一头啊，再来一头，往哪儿去推去了？那呀，就剩三个鸡了，喂进去了。啊？咦，几头啊？还有一个猪。嗯，还是自己喂的。嗯。总共是搁那儿，我活了这咋活了？在这儿呢嘛。哎哈，老伙计，这是在过二十四了，我看着。喂的不少了，还去家了，没人这喂的少。哎，家鱼丁点儿啊，鱼丁。我你，去年好像都是给咱弄的吧？是。你看这个不一定啊。你把开水放上两天呢。开两天开了，你把它省，你把用了。把那一撂，你把饭碗都下了，先去走了。这还得再往里进步，不热了，回凉了。哎，出来吧。去的。出来吧。你今天吃肉就能照样来。我说咱家把猪蹄吧。好，叫猪一娃给你弄。最小的俩，那最大的吧，200多斤。今天这猪也不吹了，你知道都吹吹。今天就好了吧？咱那钩子羊这挂钩子上的都中了，你看，底子都落得了。先，这你管我不要松开。哎，管松一点不行了。那歇着吧。咱们杀了大的了，这留俩后腿。那转的哪不比这大？那都大着了。看着，我跟着看着，那都看着。这是啥小人儿？你妈不是小人儿？你看啥子？这是留俩后腿，留条也不好弄。看老师的刀板，俩后腿都弄个一二分。咦，还要大了？就这日子呢？是啊。你咱这玩意儿，你要直接杀了，比如说买人肉。超市反正这街上这肉它都不会折身子，那就是打水肉，只要可说今天到黑它都你放啥还是啥呀。嗯，这是啥尖儿啊？猪肉这猪肉它撒下来最低的26，来少一点都不干吧。我买的都18块钱一斤。早那是水涨船升高。那东乡啊，那东乡子那16.8，俺就跟宣传那16.8，就随便去买。别去了。有木鞋呀？还有鞋了，它不活着了，它不死了。这不是鞋。人家鞋没说，他这个鞋撑不住。我听说送礼都是送带金羊粪那枪，哎，放金羊粪的。软边，金羊粪当然不好。我你这不是送金羊粪吗？你去拿那个注水泡吧。呀，注水泡，吹吹。很香啊，注水泡。凉了吹不见。两个吹不见，搁这儿今儿我都在吹哦。上哪？咦，你别拿身上浇一精油。那小孩儿，你皮球玩不都是提个注水炮？哎，别要了，今儿精油别要了，身上全浇一精油。咦，俺切不着馍豆，馍也吐汗多。习惯了。看着看会。看着看会。去，我回家你接吧。走，咱天热了，今儿我就看着多了。这热都不敢看。啊？是啊。热都不敢看了。啊，热都看着了，你把看着不行呀。他不定性。嗯。热都光嘴。